緊 Kangaroo Village 嗰個石批啦。開呢啲地方又陽光普照，今日最好就係打開個縫嚟開車啦。剛才都有車爬我頭啦，即係大家唔好用香港個準則，香港準則啲路就只可以行50K， 但係呢度咧個路牌係100K 啫。不過喺啲彎彎曲曲嘅路咧，轉彎位佢都會提一提你減速嘅，可能叫你減到85啊，或者減到60咁樣。但係基本上咧，全條路咧，如果冇乜特別咧，都係行100噶啦。喺呢啲咁房嘅環境咧，梗係聽一下Jazz 版的早班火車最舒服啊，分外悠遊啊感覺。